说二楼，二楼是。现在晚上的，等一下，现在晚上的8:25，然后我们来吃茶六，第一次吃哎，哇，我们在公益店，这有够气派的，好大一间哦。台中的餐厅都很大，每次来，对啊，台中餐厅都很大间，都感觉很多都很大间，都比大间的，非常气派。这个画面这样照蛮漂亮的。原本想说要照一下外面，好，谢谢。你要坐里面，好。可以，好。这边的话是有图片。我们决定要点这个3380。哦 ，Mojito， 那你就点啦、啊。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、啊。什么？就是这个是哦，就是加这个可以换酒。对啊，换酒。他推摩基头、欸。那你挑啊，那我要生啤。我们先各点一个。对啊，看他们要喝什么。蔓越莓沙瓦。对啊，看你要不要喝沙瓦。这是什么？你在钓鱼哦。看动身字典，动身字典。好，我们先决定这个啊，哦，这个，看我们是点3380的肉比较好啦，然后所以我们要先来决定。这是胡麻，这凯撒酱。那个凯撒。凯撒好，那海鲜有炒虾、干贝好了，干贝好了。然后饭，这个应该就烤饭团吧。鲑鱼可以选三个，这是选一个，这是选三个。哦，选三个，这可不可以换啊？等下问他好不好？我觉得。不一定啊，你要烤饭团还是鲑鱼烤饭团？一般的烤饭团还是鲑鱼烤饭团？一般的。你要烤饭团就烤饭团。对啊，他们。哦好，那就两个就好，没有不。我们也可以跟他说，我们只要这样。哦好，再看。然后或者是跟他说，或者是在一个饭团，他如果要吃的话。甜点他们给他们选啊。甜点可以选三个。对。蛋糕哦，真奶是蛋糕哦，有冰哦，有没有真奶冰，只有姐姐你们可不可以先看这边？对，先点完餐。这是蛋糕，这是冰黑糖冻子，你要这个？他蛋糕。悠悠你要什么？冰黑糖冻粥蛋糕。那蛋糕，他们两个都蛋糕。可以点三个嘛，好，然后饮品，你们要喝什么？他也可以换这边，换这边就补差额啊，就是这边不用补啦，只要补这边。好，妈这边柚子气泡饮，
然后我就啤酒，帮我点一个啤酒，可以加三杯嘛？对啊，意思一样啊。然后再看阿优啊，阿优你要喝什么？你过来看好不好？我要有什么？科比斯可以吗？科比斯好不好？阿科比斯在哪？好，那就先，那就这样就好了。加到120，我们等一下就跟他说，我们一定还会再点啤酒。对啊，对啊，一定有了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就跟他说，我们一定还会再点啤酒。好好好。我们看要点什么。好。我们这样已经有加到120啦，光这杯就加120啦。对啊，然后再加90，再加9，总共加240了，够了。这个。对啊，应该算。应该算吧。不算再说了，反正我们一定还在点啤酒。好，先送菜单。哇哦。我们四个人其实也点了不便宜，总共点了4271。怎么感觉是不是好像，因为我们点的套餐比较高级啊？对啊，我们点了2000多。好像有一个。讲座要吃吉上的。讲座。这是吉上吗？没有很得我哎，高级。我看一下啦，我们用点的这个套餐。因为我每次都会想说，我们四个人点三人的套餐。会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们点的是这个3380的，然后它还有26880，那以三人的套餐呢、啊，其实最便宜的是2200这个，2200跟我们点的3380，哎，也差1100啊，所以其他也是有点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没有，他说最好像这样固定。给鬼给寡，然后啊，只有三间哦。套餐啊，有附一个汤，里面感觉有一些豆腐，这是味噌汤对不对？哎，还有鲑鱼哎，有一些鲑鱼，应该是鲑鱼的边。来帮我服务哦。是不是很像那个酸菜白？有一点。悠悠剩下今天的扣打，剩下最后数十分钟。没有啦。他不是剩十分钟吗？我刚刚说他要晚上吃饭啊。哦。他今天已经有在家打鼓。啊，姐姐剩下应该剩15分吧。哇塞！你在玩什么？贪食蛇哦，他好像贪食蛇哎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坐同一边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可是我还想要看在，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会有那个。我原本还想要看菜单，可是我想说它肉类都会有说明。现在我们看今天菜单在咬汤。服务好一点，人家给你小费。我要练习跟台湾经营一样。可以退下了，退下。哎，来，你们看看。对嘛，这样比较自然多了。这个是凯撒沙拉三人份的，靠胶带搅拌均匀才能开始用。你有喝他的汤吗？还没有哦。这个给你，这个我最不喜欢的紫色的。你怎么可以挑食？紫色都给我，你真的是很过分哎。我会吃紫色的洋葱啊，这盘就给你。你真的是过分有剩哎。好啦，哎，这样有了。这边是他的鸡腿肉，这边有鸭胸肉，然后还有松板猪，刚送来。然后天哪，一直夸奖说他的汤超好喝的。哎，那汤没有是可以加的？我不晓得哎，其实你的口罩先收起来哦，不要放在桌上。你要不要吃一下？姐姐一直夸奖的。这个
就是味噌汤。味噌汤。我喝，我先。我家贵的味噌汤，我喝看看。这样又比较厉害嘛。它里面有那个小鱼干跟鲑鱼的味道，它应该有加那个鱼露还是什么，甜甜的。味道蛮重的。它有加洋葱啊，但喝起来不会甜甜的。一般比较少加洋葱，嗯，而它加了洋葱，所以它喝起来。姐姐喜欢喝。然后看一下它的酱料，酱料就是跟一般一样了。这个汤啊，阿优跟天娜都超爱的，它可以加，所以很棒。那你觉得凯撒沙拉，我觉得也好吃哎。它酱太多了，要少一点。少一点。然后我现在正在烤松板猪，松板猪看起来也蛮美的，挺美的。好，我们吃完第一轮了，我们觉得它的鸭肉蛮好吃的，松板还好，对不对？松板还好。对，可是我，怎么了？普通啊。普通。可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奇怪是，通常应该是牛肉先上，就是比如说鸡肉、猪肉、鸭肉，通常会等第二 round 再上，一般应该是这样子吧？还是我误会什么？对，牛肉会先，因为你肚子饿的时候又吃牛肉，就会觉得要加快手。对，因为鸡肉、猪肉、鸭肉都要稍微烤久一点。可是我自己觉得，这牛肉通常比较贵啦，那就是你肚子饿的时候。就是应该要先上啊，我的感觉。因为先上是因为它比较。可是我们这样讲，会比较，就是烤会比较快。我们可能会被别人骂，因为有人不吃牛肉，不吃牛肉当然。它有组合啊，它跟有猪肉组合啊。哦。那我们点的是牛肉组合啊。对。对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吃牛肉，吃等牛肉上来再跟大家做分享。牛肉来了，这个是极黑牛霜酱，这个是酱烧横膈膜。跟去骨牛小排，然后大肠也来了，等一下吃吃看，再跟各位说好不好吃。三年级有，有两个单小的，他们有从宝宝在男生会考，男生每天都来考，好辛苦男生。那我们这个环子扣啊，可以先把我放在这里面吗？嗯，这个环子可以先把我放在里面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我们烤多些的话，我们放在上面做享用。对。你们帮我们。可以，对对对。生产，他就跟我说，我就觉得感觉。这个是牛舌。还不错。还没吃。你还没吃吗？他吃牛舌，你是等他的蒜头了。牛舌不需要蒜头，你没有包葱花，你吃看好不好吃？有跟牛舌接吻的感觉吗？牛舌比较 Q 啦。我想要跟你接吻，我帮你接吻。我不想跟你接吻。我的舌头也很贵，你看。你的舌头哪里贵啊？一点都不贵，我剪掉，我跟你讲，好吃吗？我本来就还好，还好。我喜欢吃油脂稍微多一点，我不喜欢吃很 Q 要咬很久。好，那我等一下请你。我吹气不会干。我们下一个吃这盘最贵的鸡黑牛霜酱，你先来烤这个好了。感觉啦，如果不看价格，会觉得牛小排的油花是比较漂亮的。那我们烤一点鸡黑牛霜酱。他们现在在聊
学校的事情。我觉得要交朋友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慢慢吃，先烤四块。我们极黑牛双酱，我有点想念好男人的葱花，就是想要。哦，那你跟你妹讲。我想吃，看好不好吃，记得这味道，然后等一下你再看哪一个比较好吃。它真的应该一开始就要先上。它牛肉好吃哦，极黑牛好吃吗？它的肉质吃起来还蛮甜的。很甜，不是很嫩的那一种，稍微有点韧性。哦，因为韧性的是，比较软的是去骨牛小排啦，对啊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还算可以，就是它没什么特别调味，它吃起来韧度，它厚度也有一些。好，我觉得我需要蒜片跟葱。好，等蒜片来再给你。那我们接着吃牛小排。他们在讲八卦，不准我录。对，因为现在学校世界太复杂了，我们不懂，大人世界比较单纯。好啦，等吃牛小排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蒜片还没来。蹲很久呢。我们牛小排烤好了，蒜片还没来，等一下再跟他讲。哎，你吃看牛小排好不好吃？我的牛小排，我赶快吃完要凉掉。你看看，你觉得牛小排跟极黑牛双酱哪个比较好吃？牛小排应该比较软，然后油脂比较丰富。牛小排比较软，可是我觉得双酱的味道比较好吃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双酱比较贵，极黑牛双酱比较贵。对，可是牛小排比较软。对啊，它就是吃一个口感啊。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各有喜好，就看你喜欢吃什么。对，我最后烤一个横膈膜给你吃，然后我要来。推蒜片的，就是蒜片，我们点好久，他都没有来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慢慢烤，慢慢聊天。天哪，又在讲学校的事情。要吃横膈膜的时候，蒜片还是没来。我是这样的，这个其实我们吃过乌马斯两次了啦，乌马其实服务真的比他们好蛮多的。我们讲的比较客气啊，真的是好蛮多。哎，横膈膜好吃吗？还不错。还不错。嗯。也好吃哦。是这样吃完，我反而觉得它的双酱比较好吃。双酱？哦，极黑牛双酱对不对？我觉得它的双酱比较好吃。很推荐极黑牛双酱。那我们最后吃个鱼跟甜点，再跟各位分享。来来，好来来，好，谢谢。三片来了，他送蛮多的啦，还不错，两份。我不知道他包钱，没关系。他都没付。对啊，没关系。他也没有给葱花。你要葱花吗？跟他讲吗？你要葱花吗？要哦，他那么多都有配不行，葱花要加钱。你现在就要讲，他搞不好十分钟我才会来，我们现在就要讲。没有那么夸张啦。我们上面有等时间，葱花你自己去买。好啦，等一下再点个葱花。啊，烤法技巧需要吗？嗯，好。那我们是上次是干贝，那我们干贝烤第一次出水，沸腾后才做翻面。好，因为面要冷出水跟沸腾，好，整个才乳白之后做享用。好，最底下是，那我们最底下的这个是日本山药。好，那我们日本山药本身是能做生吃的，那它烤越干越好吃哦。好，谢谢。吃饱了，超饱。我觉得它分量好多。我觉得当已经喝了一点酒精了，他说什么我都没在听，但已经慢了不止一拍，可能有八拍左右。今天都我在烤，都没在烤。没有，没有烤，没有烤。我老公哎、欸，那边我帮你服务你，这很过分。我老公哎、欸，你羡慕我吧？就是、说好老公你有吗？你没有。想要我只想要揍你而已。没有。我有好老公，你没有，对不对？欠揍。欸，真的吃超饱，有点饱啦。你这很欠揍。我觉得他的东西分量有点多。很多啊，老实讲，分量有点多。刚刚点两人套餐就。对，吃超饱，他分量我感觉比乌马多啦，真的很多。而且我们没有吃淀粉哦。对啊，真的好饱，很饱，非常饱。
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，各位晚安咯，拜拜。